主料：鸡翅中400克，红薯6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蜂蜜、烧烤酱、辣椒面、生抽、胡椒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鸡翅放少许辣椒面、烧烤酱、生抽、胡椒粉和鱼鲢子即可。白薯切大片，锅烧热后，将切好的白薯码放入锅中，3分钟后取出。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摆上鸡翅，盖上锅盖焖5分钟，闻到香味，打开盖的鸡翅面上逐一刷上蜂蜜，再继续放进去烤，外面继续烤，直至两面都烤至焦黄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鸡翅是外焦嫩，红薯香甜绵软，没有用烤箱，油也用的很少。这个有点冷的秋天不妨吃点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